当在实验室编辑完成我的程序后，您可装配我的程序，并即可分享给亲朋好友。本视频将为您介绍如何使用我的程序。打开 RoboMaster App， 进入实验室，我的程序，点击程序右下角可进行装配使用。 App 提供三种使用方式，分别是普通程序、自定义技能、自主程序。程序编辑完成将默认保存为普通程序，您可以便捷地编辑、调试、运行、分享程序。选择将程序装配为自定义技能，可以在单机驾驶或多人竞技中点击自定义技能图标，快速触发并释放。选择将程序装配为自主程序，短按机器人上的自主程序按键均可触发，执行程序期间再次按下即可终止。为了保护机器人和个人安全，在自主程序的功能中对机器人速度进行了限制，最大平移速度为1米每秒，旋转速度为250度每秒。若程序设置超过最大速度，运行程序时都将被自动设置为该模式下的最大速度值。程序上传与分享，通过点击左下角的云备份，可以将程序上传到我的云空间，在其他移动设备登录同一账号，即可在我的云空间下载。您还可以即刻分享给亲朋好友，他们可以在自己的 RoboMaster App 中打开并运行您的程序。感谢您的观看。